不知道算是谁的错，两个人变得话不多，气氛尴尬但不戳破，这得过且过，但发现互相都在躲，伤人的话都不想说，气氛尴尬但不戳破，都得过且过。你不找我，我不找你，都不主动，像陌生人，但这关系又不普通。你有人陪我，有人陪都不寂寞。太久没联系，连号码你都记错。互相再多都装很忙，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